戏剧《珍珠人生》讲述一个红极一时的童星，虽然获得事业成功，却无法避免复杂的家庭问题与不幸的婚姻。演员纪宝如在剧中饰演童星的阿嬷，对小童星要求极度严苛，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害怕的事情都让纪宝如碰上了？其实在演出过程中对纪宝如来说是百感交集，因为这出戏就是改编自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欢迎来到台湾优质生命协会，请跟我一起来。这个就是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每年都会北中南各办好几场。现在纪宝如投入大量时间服务弱势族群，在走过家庭失和、前夫骤逝与忧郁风暴之后，她更能体会生命的宝贵，也希望用爱去帮助更多的人。纪宝如透过她真实的人生写照，鼓励每个在生命低谷的人，虽然一时有泪水、有痛苦，却能磨练出如同珍珠般闪耀的人生。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真情部落格。我们平常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哦，五岁就出道了，当时是个童星，60年代呢红遍东南亚，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所以演电视啊、拍电影啊。而说到他的真实人生，也真的就像戏里头一样，高潮迭起，甚至更精彩。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欢迎纪宝如，宝如姐你好。嗨，嘉璐你好，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看了你的故事，大概看一下，然后发现你小时候家里头的背景就很复杂耶。你爸爸有好多太太这样子。哦，不复杂啦，就是有三个太太了。现在就蛮复杂了啊，三个太太。对，那我是龙凤胎，生下来龙凤胎。所以你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哥哥。可是，在60年前说，如果生到龙凤胎，其实是一件，就是被咒诅的事。哦，是啊，有这种说法。迷信，迷信，因为怕会克到爸爸妈妈。嗯。然后那个时候就马上把我送走了。送给跟外婆一起住。所以你的妈妈是爸爸的哪第几个？第二个妻子。对，所以算是现在所谓小三啊，生了九个孩子。哦，你说爸爸跟三个太太总共加起来九个孩子。所以其实我对我爸爸是有怨的啦。嗯，三个妈生了九个孩子，你对我怎么可能有很多的爱？嗯，尤其我的爸爸跟我们平常很威严，不太讲话，都在交际应酬。所以我其实一年见不到我爸爸一次。那更何况你又是被放在外婆家的孩子， 对不对？不过说到你五岁就已经开始演戏了。五岁半。因为我五岁我就开始会到我的那个爸爸妈妈家去拿钱。那一次刚好等不到妈妈还是怎么，我就到那个奶奶家，然后看到奶奶。那奶奶因为他很喜欢看歌仔戏，就很希望家里有人也是那种电视明星这样子。哎，结果刚好看到我去，然后他就说：“啊，你来干什么？”嗯，我说：“我来拿钱。”嗯，那他说：“那你会不会哭？”我就问他：“哭有没有钱拿？”五岁的孩子哦，问他说：“哭有没有钱拿？”他说：“你马上哭，我就给你5毛钱，还是1块钱，我忘了。”然后我就马上眼泪10秒就啪就掉下来。他说：“那你会不会马上笑？”我眼泪擦一擦。这样可以吗？那你要给我钱吗？然后他就说，那马上就带我去那个制作人，那个时候是台视，哇，那一个制作人，然后他见到我，然后他就叫我跟人家，我就叔叔伯伯阿姨，就叫得很蛮很足，然后人家就看到我觉得我也很讨喜，他说好，那就来，当天就叫我试镜，然后我就去上电视。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都是直接播出的耶，直播的意思，直播啊，就出去啦啊，哎，那换衣服都要在布景后面换呐、啊，我们换衣服都是在，然后推出去，你要哭就要哭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还哭不出来，到了布景后面，阿妈说赶快哭，赶快哭，下一场戏就哭，我说哭不出来，阿妈就一捏，然后就被推出去，就哭出来了。那个时候白天就是电视剧排戏，几乎都在摄影棚，然后我还拍电影。还拍广告，所以几乎都在外面啊，睡在摄影棚，这就是你的童年生活哎、欸，那不用上学、啊，所以没有上过学，没有上过学，我都没有跟同学在一起过，也没有上过课，所以你就是一个心中其实没有父母的爱，肚子里面又没有知识，你就是一个自卑感产生很大的自大狂的，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天才童星，其实有点小怪物啦。很难想象，因为这太背离一般孩子正常的一个成长经验了。是，那要讲到说，你看八岁就到那个香港，因为我的电影第一部在那边就很红，冯宝宝就来接机，哇，他香港非常红、那个时候他也是童星出身嘛，所以他来接机完了以后，我就上沈殿霞的节目，什么欢乐今宵，然后机场排满了几千人呢、啊。我只要走出去饭店，就永远下面就很多人在看着你，所以你总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小时候大家都捧着你，捧着。其实我拍怎么讲？因为我的奶奶13岁，她不想让我长高，所以她带我去诊所膝盖打针。她有问我不要长大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不要长大？她说长大了不能当童星，大家就不能看你表演了。那我说好啊，然后开始就有发育了，有发育了，他就把我整个竖起来，所以我每天出门那个时候13岁出去是要绑起来的，就完全连呼吸都不行。可是你知道吗？到了我差不多在8、9年前，我接了就是在友台有一部戏。就是让我演珍珠人生，我自己演我的阿妈，我不是演我自己，你演啊，我才完全体会到我阿妈的那种心态跟感受。我因为要有一场戏，我打那个童星啊，我就打下去的时候，我虽然打得很痛，可是我很希望那个童星啊表演得很出色，我忽然间体会到我的阿妈其实。他是希望我很好很好，可能我人生有季宝如这3个字是阿妈给我的。这个情绪感觉好纠结、哦。对，当然阿妈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后来她90岁了，她走了。那个后期我跟阿妈是有修复关系的，因为信主了嘛。可是我发现内心我有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在默默的哭泣，说。阿嬷虽然有跟我说道歉，可是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放下？和到演那部戏的时候，哇，我完全得释放，我才完全真的放下说，原来他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子来爱我。但是我只是觉得他好严、好苛，甚至于有很多的在网络上一直说啊，你的阿嬷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后来我才知道不是。真的，阿嬷是我的大贵人。在一次秀场表演中，季宝如认识了前夫于龙，情窦初开的他很快的就陷入了热恋。我在想，他是想逃离他的原生家庭，小时候都没有爱嘛，我们都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因为姐夫对他的这种关怀，他感觉哎，他被跟不是人家看他同性说，哎呦你就够注意哦，哎呦你那就够爱啊，你就够探紧哦。以前每个大人看到他都是这样，但是于龙给他的感觉就是哎，我是个女生，那有人爱我，有人喜欢我。当时我记得他回到我们家里，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讲说我要结婚了。老伯公，为什么？我有男朋友了，而且我怀孕了。我在现场，我们就想，哇，季宝如你真的好有种，还那个时候未婚怀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很惊死人了。他直接还跟我爸爸这样讲，但我爸就那个啦。为了爱情不惜与家人撕破脸，
纪宝如原以为进入婚姻就能获得幸福，却事与愿违。一场震惊社会的大火带走前夫于龙的性命，让纪宝如陷入痛苦的深渊中。那时候是在看新闻，我记得那个电视小小的电视，很小台的电视那种，什么神话 KTV 失火，然后多少 死多少人这样子，然后新闻跑再跑而已。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完以后，我也都不知道，那只知道那个时候我哥有跟我讲说，爸爸过世，爸爸走了，爸爸走就这样子而已。不理解的是走了，走了是什么？不是出门吗？那个时候还不了解，那时候真的还不了解，说走了就回不来这件事情。他那时候那最小的孩子才三四岁吧，都还他其实他儿子在比较长大的时候，他说他对他爸爸的印象里都会棺材来的黑的是爸爸，他还不知道爸爸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在想，姐姐其实姐姐有一段时间她是有忧郁症的，她感觉于龙是被她害死的。她要是不离开那个家的话，她可能于龙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当时姐姐才几岁而已，她就要承受这些压力，对她来讲的话，不病才怪，所以她生病了。哦，我姐这整个童年的成长经验真一般人难以想象哦。刚才也特别提到，所以很想要离开阿嬷的掌握这样子，然后趁着阿嬷生病的时候，对不对？没有跟在你旁边的时候，然后一次作秀认识了于龙。于龙，他是于天大哥的第三个弟弟嘛，对不对？对，他就刚好跟着于天，大伯一起作秀，他唱开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就情窦初开啊，很快就心如人恋。第一次这见面，他就。我就叫他，因为我叫于天大伯，我都叫叔叔啊，所以我当然叫我先生也叫叔叔啊。他说你不要叫我叔叔，好吧？我说不叫叔叔叫什么？然后叫于龙啊。心想这个叔叔好怪哦，这就是怪叔叔。对。然后每次只要宵夜，因为我们都在南部作秀嘛，那只有姐姐陪我去，他要每天吊一包宵夜在我们的门口给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没多久，后来我发现他就偷偷跟我讲说我很喜欢你啊，就这样子。所以当我初恋以后，我就马上跟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我当然就讲啦，我想要跟他交往。家里的人就说不行，我就找于龙说那我要怀孕。你讲话这么直接跟他这样讲？对，我说我只有怀孕才能够逃离这个家。然后当然我就真的就跟他然后也就怀孕了，莫名其妙就怀孕了，就很快就怀孕了。哇，家里真的是疯掉吧，疯掉了。然后他们家就大伯于天找了我的，就是杨丽花，他跟他的同学是洪文栋，就找了来提亲。结果两个一起被我阿公用扫把打出去，我大伯一起打出去，那就没谈成啊。那我你那时候有多大年纪？没满18啊。连18都还没满，所以也不能公证结婚啊。所以就找了一次又是作秀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人跑不见了。然后就到他家了。然后到他家有我公公婆婆吓一跳，说那你这么小这样不好啊。他说不行，我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家里有你，我的肚子里面有你们余家的骨肉，我生是你们余家的人，死是你们余家的鬼。这是演戏的台词都拿出来讲了就对了。对，就这样他们两个老的就傻了。然后于妈妈只讲了一句话，那会很辛苦哦，那如果你到我们家，如果家里的人不欢迎，那可能我就会等到你们成功你才准回娘家哦。就跟我讲这样，你可以吗？哪知道才经过4个月我的爷爷就死了，被我气死了。真是这样，因为我的爷爷自从我走了以后听说就不讲话，然后再来就躺在床上，然后就闷闷的就走了，半夜就走了。那所以我要回娘家，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怀着7个月，已经7个月了，7、8个月要生了。从华西街跪到从进去就一直跪这样子跪着进去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华西街中间，我的爸爸不让我进去。所以我爷爷我没有送他，没办法送。尤其是我跟我爸爸，我怀孕的时候我寻求最后一个支柱，我去找我爸爸说，爸爸我要结婚，我怀孕了。我爸爸就一个耳光啪，一打，那个耳光就把所有的那个怨都变成恨。那个家我心想我就不要了。其实那也是最
最最重要的导火线。你那时候自己的演艺事业还能够再往下走？没有了啦，就没有了。我自从怀孕，我的先生做什么我就跟着什么。嗯，他其实360行，他换了200行。然后我们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也是这样一直换行业嘛，所以就进入股票市场。哦。然后那个时候经济要起飞2000多点。那些股票还随便都赚吗？是吗？哦，那个时候真的怎么做怎么赚，对啊，2000多点到10000点，赚近上亿耶。我天啊，忽然间呢，嗯，但是股票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你也很快的半年它就来到了6000点，结果就倒亏2-3千万，两夫妻就开始吵架。那也是很惊人的数字，在那个时候哎，那就开始背债了。那就背债以后，当然就两夫妻吵架，于龙又刚好外遇。那他一外遇，我完全他也打死不承认。嗯，可是我就是硬要离婚，我就直接离家出走。所以我半年没有见他。那他不同意吗？他当然不同意。他来家里见我，我不理他，不见。嗯，他打电话不接。嗯，可是通常你不给人家机会，人家就不给你机会。嗯。当我跟他就约了一次，就办了离婚户政事务所，完了以后就那一次的好像2-3个月后，他就在神话 KTV 被人家纵火烧死了。那个案子好大哦。对。17条人命。其实你那时候一接到通知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我傻了。嗯，然后双腿是发抖的。到了阳明月，然后我就听到声音哭得很惨，是我的婆婆。嗯，我的妈妈是跟我亲生的妈妈还要疼，比我的亲生妈妈还要疼我的婆婆。因为我跟她相处，我算起来跟她有生命共同体，会觉得她觉得我就在这个家这样子付出。嗯，但是后面我的离家她是不能原谅的。所以当儿子忽然间一个晚上这样，你知道他那天就讲了那一句话说，就是你害死我儿子的。哇，好难承受的一句话。哦，对我来讲，这个指责就是一个妈妈说你是杀人凶手，我的妈妈说我是杀人凶手。所以这句话什么我其实我都没有听进去也没有看见，就这句话在我心里面就种下去了。你就也这么认为了？我都这么认为。这一句话背了10几年的你走不过去的一条坎坷的路，你就靠酒精来灌醉自己，回去了你就开始歇斯底里。我看到我爸爸人哪里有资格当人家爸爸，那偶尔把孩子带来了也开始打他们打骂，都是你们3个拖累我，现在还要去酒店上班，就开始。哦，那个老大慢慢就长大了，还长到180公分，都要跳起来打，不然打不到啊。前夫过世后，纪宝如的人生陷入了黑暗，经常酗酒以及情绪失控，甚至多次尝试结束自己的性命。妈妈下班回来之后，通常都是晚上嘛，然后她有喝酒，然后我跟哥哥就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她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家里有那个窗帘嘛，对，她就很生气，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把那个窗帘整个扯下来，对，然后那个钩子都整个歪掉这样。可能恨这一切吧，对啊，就是爸爸死，他觉得他有过错啊，觉得他为什么可能要叫纪宝如，哎呀，他可能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啊，对啊，然后觉得我们为什么都不乖啊，对啊，啊他怎么做不好之类的，他陷入在一个苦度里头，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对，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才会，啊，每天喝酒啊，那那时候我也还小，我也不懂这些东西。嗯，那他，我相信他那时候是真的很想死啊。对，那但是因为还有3个小孩，所以他才没有。嗯，我曾经就目睹他直接从2楼跳下去。所以人生都摔断一条腿了。那我可能他这个割腕啊，鳏寡思啊，真的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这么悲惨？啊，
死这一个都死不去，啊，那不是上帝给救？你想嘞？你看我想姐姐现在可以传这么多的福音，让这么多人觉知，让这么多人认识主，这都是神有最美好的旨意在。包含了最爱他的爷爷的离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先生因为意外的离开，其实都让宝如姐有非常深的这种自责，就重在心里面。那个真的是重担啊，那个恶很难扛，这样子扛着，然后还马上面对三个儿子，是生活上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对，所以刚才说直接想到最容易赚钱的方式就到了酒店这个环境了。是到酒店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啊，嗯，最重要是要从喝酒开始啊，然后你当妈妈桑，然后一拖生意就有，那人家很多人就会来捧场，季宝如哎，开玩笑，那就开始，那你的心态其实已经变了，嗯，你有很多的恶魔都在你的心中了，所以喝就要喝醉，嗯，每天就烂醉，然后为所欲为啊，嗯，因为我从小不就是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吗？对，所以为所欲为，我叫客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叫客人怎么样？哎，我叫你今天要买多少钱啊，你今天要花500,000哦，啊，你今天要，啊，人家说哦。人家就看我也可爱，但是其实是已经心里有问题了，也会有冲突嘛，吼，哦，这很那是经常还叫人家说，嗯，来，他吃槟榔，来再吃2颗，再吃3颗，强迫人家，但是人家刚开始还能够一直捧场，后面就受不了我这样子了。对，所以你就酒就成了你的就是你的依靠，嗯，你就靠酒精来灌醉自己，回去了你就开始歇斯底里了。麻醉嘛，嗯，我看到我爸爸就你哪里有资格当人家爸爸？哇，这个时候神经病就来了。所以那时候是回娘家跟爸爸一起住，已经回去了，没有地方住啊。嗯，然后三个孩子一起带着回娘家。没有在他们家，嗯，因为那个还在瑜伽，嗯，但是偶尔去看。哦，那偶尔把孩子带来了，也开始打他们，打骂，都是你们三个拖累我，现在还要去酒店上班。就开始，哦，那个老大慢慢就长大了嘛，还，嗯，长到180公分都要跳起来打，不然打不到啊！天哪！对呀，啊，就是这样。然后老大还会让你打，然后还会跪下来让你打。老二就一直跑，早就躲起来。老二比较聪明，嗯，就是这样子。你那时候的感情生活又是怎么样？尤其在酒店那个环境，这讲起来当然是亏欠。嗯，我曾经讲过我。我最讨厌我妈妈就是当人家的小三，嗯，老二。可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整个是有一点变态，心理不正常。就是你认识了一个有明知道有他有太太，但是你交往，嗯，这种关系其实是伤害彼此都在伤害的。那然后你也很不喜欢自己这样吼。当然另外一个你一定是排斥的，因为你自己是这样的受害者。对，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理所当然啊，嗯，啊，但是我妈妈自己又是那个角色，你就很复杂的情绪在这里面。对，这就是一种折磨啦。嗯，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对我来讲那一阵子是我人生很灰暗，很有那你就是自杀烧炭放瓦斯，对，吃安眠药，常常每天都在搞这种东西，一团乱，你也走不出去，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然后你喝完了，自杀完了，隔天起来就是全身都是血。哎呦我天哪！对呀，也没有身边其实没有任何人帮得了你，或是你可以都听不进去啦。尤其是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我的大儿子因为也躁郁症。被你虐待到躁郁症，哦，因为这个小孩子他生下来就是先天腹裂嘛，哦，一只眼睛又看不到，先天白内障，然后12岁又死爸爸，然后又是一个压抑型的孩子，然后又你看打骂他都永远跪着都不敢跑，一直让我打到他不行了瘫了为止，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可是高职毕业那一天他忽然间就躁郁症就发作了，7天连续没有睡觉就发作了，就关进荣总精神病房，所以我二儿子那个时候也有状况，然后你自己状况也非常糟糕，我自己的状况就是人，所以我在讲嘛，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是怎么样有机会开始进到教会接触信仰？我是刚好跟迪英想说，我这样乱七八糟也不行，然后我们有要开一家店，结果那家店又
就投资失败，嗯嗯，所以就赶快要找一个人来顶店，嗯，然后就听说有一位这个 SPA 女王黄玛丽，嗯，就认识了 Mary 姐，嗯，我第一次去找她想要来麻烦她顶店，嗯嗯，结果她为我做一个祝福祷告。哦， Mary 姐，她祷告当时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那个时候她一祷告我就一直哭，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其实他要祷告的时候我一直排斥，打死都不让他祷告。他说我没有叫你要怎样，我只是为你做祝福祝福祝福啦，就一直拉起我的手，嗯，哇，那一祝福就不得了，祷告就不得了，你就一直哭一直 哭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就一直哭啦，嗯，就是觉得有一双手，就一双无形的手，就一直摸摸摸摸摸摸到我内心里面，然后一直摸摸摸摸摸，好好深哦，然后就好像有人抱住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这样子拥抱抱住我，因为从小我觉得我没有被人家抱过，没有被抱过，然后我一睁开眼睛看没有人抱住我，迪英他没有什么反应，那 Mary 姐就睁开眼睛，她就看着我，我就看着她，我就一直哭，然后没有人抱住我，然后 Mary 姐就说你到教会来好不好，嗯，我就说好。在认识信仰后，纪宝如不仅改掉了过往的恶习，更努力用爱去修补伤痕累累的家庭关系，相比之前紧张的亲子互动，如今和孩子有说有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姐姐认识主之后，第一个她懂得谦卑柔软，这以前在他身上是看不到的。他懂得跟我爸爸说对不起，他先跟我爸爸和好，然后跟他的儿子孩子们说对不起，以前妈妈病了才会这样对待你们，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们都会想说人生怎么翻转。姐姐有了盼望，她知道神就是她的依靠。所以我在关的时候，我们来看了我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是除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他跟我妈轮流来看我，每一次可以看的时间基本上我妈都逼到，因为我以前很少跟我妈这样子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不然以前跟我妈的相处就只有惹事了，然后等着要被骂了。我们家的人其实都三个啦，就我们三个兄弟啊，老实说其实都很爱我妈，嗯，因为我们都看得到我妈其实很爱我们，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的关系是很好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跟妈比较多沟通啊，然后她会倾听啊，我有什么烦恼啊什么，就是比较以前比较没有的。我很感谢妈，就是信主之后给我们更多的包容啊，然后让我感觉到更多的爱，对啊，然后我真的觉得妈妈很辛苦，希望妈妈可能以后不用那么的辛苦，对啊，换我们来照顾她。很真实的感受在基督里被爱的感觉。然后在哭完之后，你真的开始有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学习，或开始觉得自己不大一样吗？因为这整个过程你不当然很折磨自己，身边所有人全部都被你折磨一轮了，这样子。是你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你到一样到酒店上班，结果有一天我要拿起那个酒杯，我就听到声音了，嗯，就跟我讲：“小孩，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嗯你知道吗？嗯，就开始会有。那我心想我糟糕了，我幻听了，嗯，我有病了。有一些提醒出来，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很清楚，一个圣灵就告诉我：“孩子，我爱你。”嗯，你喝酒凡事不都有益处，但总不被辖制，开始会有声音告诉我，就我被那个酒给辖制了，就会有这样经文开始出来，然后声音很清楚的在告诉我，然后我就会停下来，然后很清楚的，以前是停不下来，就是一定要喝到瘫了烂了，然后对人就，然后就开始三四分我就会停下来，四五分我就会就开始在改变当中。后来我就想开始转换跑道了，就开始找工作了。
而且我就开始受洗了，然后跟孩子的关系也改变，跟家里的关系，尤其跟我爸爸。你怎么会开始有那个心想要跟他恢复关系？因为以前也是气得要死，他以前对你也不客气。对啦，他看我，他也觉得我是怪物，我看他更是大怪物。但是有就是他，但是他听家里的人说我去教会有改变，所以有一次他找我，然后他就说我就在吃饭，以前是一看到他就想要顶他嘛，那我就问他说，爸爸为什么你都不爱我？哇，我爸爸就说你。没有不爱你啊，只是你看我的眼神就是又怨又恨，我想要对你伸手，你那个眼神就把我手推开了，还是我爱你啊，他就抱我，哇，他一抱我大爆哭，哎，那个就跟我第一次祷告 Mary 姐为我祷告那个抱住我是一模一样的温暖，那个就是说有人怎么会这样抱住我，从来没有人抱住我，哎呦，我才知道说哇，原来阿爸天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父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温暖。如果我们有一个父是这么的爱，我们都在那里等着要抱我们，也要我们自己要敞开那个心门，伸手，他才能够抱住我啊。以前我不愿意听他讲什么，我不愿意看他，我看他的眼神就是仇恨的。所以你就那一次，然后你们的关系就慢慢修复，跟孩子的关系慢慢修复。跟孩子关系怎么修复的？哇，我老大躁郁症，以前我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他，是，那开始要付出耐心，是，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来听他内心里面的声音，那个陪伴，那个陪伴，尤其我的二儿子。他也是从小就是被我追着打的那个，所以他就也慢慢的，他其实变偏差了，穿耳洞、穿舌洞，再来就是喝酒，再来就是毒品啊，毒品哦，所以他也被关了2年，八个月。所以你都知道他有用毒？之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当作看不见。他吸成像一条虫，瘦到不成人形，我当作我看不见。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被蒙蔽，我不敢看见，所以当我信主了以后，我好像被人有这个门帘被人家这样拉开了，我看到我的儿子怎么吸毒吸成像一条虫在地上钻，那一次说不要再吸了，不要再吸了，我叫警察来抓他。你是报警的意思？报警，直接警察就从我家把我儿子带走。那你儿子不气死你了？恨死我。如果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是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什么资格当我妈？一个儿子吸毒，妈妈需要报警来抓吗？有人这样吗？是这样子。我说原谅我，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好好爱你，我现在会用30倍、60倍、100倍的时间来弥补我以前的不在乎，我都没看见。这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修复，然后他卖毒，然后卖毒当然就被抓了，被关的那个2年8个月，后来是只关2年，对，提早，可是前一年我这样一直去看他，一直看他，然后你因为你不会开车，就要坐巴士转火车，然后再走客运又什么的，就是各种交通，带东西这样，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辛苦。终于，对呀，哈，你从5岁半就当童星了，到现在你看你都快60了，你还这样子来看我，人家本来都应该退休了，你还在工作，我以后出去，我就为你而活。哇！我说你儿子，你不要为妈妈而活，你要找到你生命价值的意义，你才会知道你为什么有这个使命，人生为什么有价值？不然你会找不到方向。不急，妈妈也到40几岁才找到我人生的方向。那你跟瑜伽之间的关系呢？因为瑜妈妈死的时候，她是含恨死的，因为瑜龙死了，对，所以她对我是非常不谅解。小孩在她那边的时候，当时3个小孩子偶尔我带来，她都不愿意见我。带回来的时候，所以后来瑜爸爸。我跟他在我信主了，我跟于爸爸在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
一次、两次、三次修复关系，他都把我骂出来，骂哭骂出来，但是我都一直修复。到了最后，于爸爸讲说：“你是于家的女儿，你不是于家的媳妇。”后来于爸爸也受洗。哦，天哪！对，那所以我说我有三个父亲。阿爸天父，我的自己的爸爸，是，还有于爸爸，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我就往回头看。那个西乃山的那个景色是这样哦，那个画面，你就在那中间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你的人生不就是像高山举目？我这一路以来，我人生的帮助从何来？从耶和华而来。话讲耶稣啊，救我哦！耶稣啊，给我帮助，安尼好不好？好不好？哈，好哈，哎呀，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你！每一次探望长辈的机会，纪宝如总是全力以赴。现在的他是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的秘书长，将温暖与关怀带到更多需要的角落。妈妈，其实，在协会这里头。信仰真的是他最大的一个力量。我老实讲，他早上起来早修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先，就是先祷告嘛。祷告的时候就是感谢神，然后希望今天出去的时候能够遇到可以帮助更多协会的人，或者是可以遇到更多协会可以帮助的人。对，这个是妈妈每天早上他都会有的一个祷告，我知道了。对，不然其实像协会之前好几次就是募不到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啊。姐姐常说一句话，她知道上帝会帮她开路，因为上帝要她做的事是让人家感觉更有温度、更有爱的。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上是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懂得付出。所以像刚刚讲的，我刚刚讲了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其实不要老是说我们去关心那些长辈，当我们看到那些长辈啊，那种笑容，那种真诚的，看。我跟你最后要谢谢你们，感谢你们。你知道我们心中得到的是什么？那种回馈是，我们真的很喜乐。我相信啊，人家讲一句话，人在走啊，天在看。我想上帝喜悦我们这样做。我刚才那句话就说，因为有他给我们的爱。不然我们小时候原生家庭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啊，真的感谢上帝，我真的感谢上帝。宝姐不但她自己哦，她的家庭全部都被翻转了，真的都是新造的人了。现在呢，还去帮助别人，成立一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嘛？是，今年已经迈入第16年了。哇，这么长的时间啊！对，所以主要关怀的对象是两大族群，一个就是智能障碍孩子，跟一个就是独老跟独老是独居老人。对，因为这两块最主要，当时是因为智能障碍孩子，是因为我的孩子有躁郁症的孩子，然后我自己很有感受，所以当时做这一块，那个父母的心情，对，跟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长辈应该我对我爷爷的亏欠吧，那个深深在我心里面太深太痛，所以对于长辈我就有一份特别割舍不了的感情。那成立协会刚开始，其实最主要挑战应该还是钱吧，会不会？对，一开始去跟人家募款然后第一次去跟人家说，你有简报吗？没有。你有企划案吗？没有。那你来干嘛？然后就开始一直骂啊！我说我做了什么？你说你只是空口，这样我们没办法给你钱。我只是要50,000块。然后就被他臭骂了一个钟头又，然后就哭了出来，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好，我要从头学起。对，就这样。从学开始怎么做简报，开始怎么去做报告，开始怎么样写企划案，开始去募款，然后开始怎么样做，该做的跟政府单位接洽，这样子。协会16年来，现在我们关怀了有1万多名的长辈们，然后1000多名的智能障碍的孩子们。不过陪伴老人家就像
宝姐，你刚刚在讲说他就是会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老，越来越就是往下走这样。你们做一个帮助者，其实心里头也要够坚定，要不然其实也常常就工作起来就啊，在一个比较容易失落的情绪里面。你知道吗？其实你在为每一个长辈在做的当下，其实总有他的遗憾。对，没有办法去帮他补足。对，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谢主给我一个力量，就是当在尽量做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补足那一块的时候，我在下一个就是我最好的一个在学习重新来过，补足他上一个长辈没有办法帮他再补足，我们尽量帮他做的再圆满。是，我就这样子讲好了。我们在一个安养院里面有一个奶奶80几岁，那当时他就一直想要去看他台中的儿子，那我们只知道儿子就把他放到台北三重来，但是从来都没有来看过他，但是每个月的费用都照付。哦，那我们就把这些差不多6、7个长辈，我就带他们要去圆梦，讲是讲说要带他们去台中玩啊，其实我就是要帮这位奶奶，就是想说去看看他老家在哪里，让他回味。说他搬家了，里长，我找到里长，结果也搬家了。也没告知奶奶，奶奶是含着眼泪，遗憾。后来我继续陪伴这个奶奶有4、5年，到了最后在加护病房3个月，我几乎一个礼拜去看她一次。已经模糊了，但是我去看她，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她就会点头，知道。最后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帮她办这个告，没有，儿子把她接回去了啊。我听了我真的是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好吧，那一天的告别是我知道是哪一天，我就特别下去了看。你知道我上前要跟他儿子媳妇两个孙子就在那旁边这样子，然后我要上前跟他讲，他说你不用问，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你不知道，你也不用过问，我知道你是谁。哇，我就摸摸鼻子，我就告诉我自己，有什么恨让这对母子是不能够化解这关系。哇，我相信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只是把他接回去。类似像这样的故事，真的也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爱有多么的，是的，阿们有多么的感恩，是的，感谢主。听说宝姐，你前段时间有去以色列，然后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体会。哇，非常，因为我本来对以色列其实我没有很大的感动。对呀，两个行程里面我本来选另外一个行程，结果另外一个声音就叫去去，孩子你去以色列，好吧，那我就去了。哇，我去了，我真的就感触很深。真的感触很深。第一个就是你爬西乃山。爬西乃山。我这样讲，我人生读的第一本书是圣经，人生爬的第一座山。西乃山。哇，你知道爬到半中央，然后觉得已经快到了，然后就哭了。就哭了。爬不上去嘛，你没有那种体力，而且因为我腿断过，我跳楼嘛，所以腿断过，所以我其实是一只腿很辛苦。然后他那个路又是上去，所以你走到一半真的就不走了，不走了。结果哎，声音就进来。我要向高山举目，那我就哭了。我说主啊，我爬不上去，我爬不上去，因为你都看着前面这样子爬嘛。对，哇，一看后面那个石头这样，我心想那人还离我好远，那怎么爬得上去啊？然后我就往回头看，那个西乃山的那个景色是这样，哦，那个画面，然后你就在那中间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你的人生不就是？在向高山举目，我这一路以来帮助从何而来？我人生的帮助从何而来？从耶和华而来。当我一边唱一边哭，忽然那个景象就是人生的历练。神告诉我，孩子，坚持，坚持。我就是你的靠山，最后上去了。对呀，我正在哭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也是上来，就他看到我，为什么哭？为什么哭？我说，你看我们爬到这里，
我好感动啊！我就唱那个诗歌，就已经喘到不行了，一边哭，然后那个爬的那个也不是基督徒，他就跟我，他也一边哭。我说我们的帮助从何来？我就再唱，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完了以后，走吧，我们继续走吧，好，继续爬上。那个是80度，不是90度的坡哎。哎呦天哪！啊，感谢主。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人生走到这里后，实在是我刚刚开头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演了这么多的戏，你的人生比戏还更精彩、啊、哦！而且我还正在戏演戏中哦，还没演完，还没演完。对，感谢主，我还在经历，我要大大的经历神。所以最后有没有一点点鼓励的话给我们观众朋友？我只能说，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愿意尝试看看，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不撇下任何人，他一定与你同行，与你同在。只要你愿意打开你自己的心门，试试看，试试看，他会是你一辈子的守护。哦，我觉得因为这样一路听下来，这故事实在太精彩了，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啊，天哪，有这种人生，他、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伤害也太大了。然后到最后能够和解，再去对照刚才宝姐有分享那个没有办法跟儿子最后和解的那个奶奶的故事，是人生要有多大的爱，才能够把那个你没办法想象的鸿沟给填起来？是的，那真的是就从神而来的。唯有神的爱能够填补一切，唯有神的爱能够遮盖一切的过犯跟羞愧。是是，太精彩的分享了，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谢谢你，嘉璐，感谢你，愿神赐福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我们成了一台戏，是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更是要荣耀神。你看纪宝如的生命见证真的是荣耀神，不是吗？而且他的生命见证好精彩的八连档剧情，后来当然也搬上八连档的荧幕，而且真实的现实生活现在持续在发热当中，感谢主啊。最后他说到，我很感动，他说我要继续的为主摆上。可是在为主摆上之前那一段不容易啊，从小是童星，很红啊。那膝盖呢？奶奶带他去打针，为的是什么？延续这个童星的寿命。但是当时他不理解，一直到宝如他演他自己故事那个八连档奶奶那个角色的时候，他终于知道，奶奶其实非常爱他。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过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别人对我们的爱。然后跟鱼龙的那个爱情，哇，惊天动地，私奔了、啊，不顾家人的反对，然后吵架、外遇、离婚。最后更不可思议，神话 KTV 的那个纵火案，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十几年的阴影在她里面，她觉得不是别人讲她是杀人凶手，她自己觉得她就是害死她先生的那个杀人凶手。经济上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照管孩子上的问题，忧郁躁郁，最后想不开了。可是各位，问题没有解决啊，怎么办？感谢主啊，神差派黄玛丽长老出现了，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带他决志。那一天他感受到耶稣的爱，那一双手按手在他的头上，把他抱抱在怀里面。感谢主，他变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开始改变他的生命，重新找一个新的工作。那天他找他爸爸，他跟爸爸说，爸，你爱我吗？爸爸说，我当然爱，可是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爸爸抱他，他又回到了耶稣的面前。爸爸决志信主，鱼龙的爸爸也决志信主，于天，还有跟宝如姐有关系的人，真的是一人得救，整个家族都得救，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各位，我在宝如姐的身上看到莫大的荣耀是出于神啊！我们一起来为宝如姐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谢谢你，主啊，在宝如姐的身上，我看见了你荣耀的见证。她现在成立了优质生命协会，帮助老人，帮助孩子，她自己就像一颗麦子落在地里。耶稣结出了许多子粒来，他自己就像一个瓦器里面的，主啊，那个瓦器有宝贝在他的里面，要彰显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但是宝如姐把荣耀归给你，他说他要继续为主发光，为主而活。
耶稣，我们持续的在旁边祝福他，让他在弯曲背谬的时代成为你最荣耀的见证。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